有一些人一生的失败当中，有一种失败叫瞎忙和浪费时间，所以台长劝所有的学佛人，不要浪费你在人间短暂的生命，更不要浪费在知道将要后悔的事情上。我们一定要向前看，忘记过去，才能获得未来。佛性不增不减，无得无失啊！我们一辈子得到了什么？我们一辈子的病痛啊！有些人拼命的赚钱，实际上他就在给自己留下更多的遗产呐、一辈子用不完就叫遗产呐、再大的房子，你最多也只能住上30%啊，而70%那是浪费的。再好的汽车，里边功能再全，和手机一样，我们最多也只能用到30%啊。给自己太大的空间，会培养自己的惰性，所以要记住，人间一切不可得。想一想，我们来到人间，两手空空，我们失去了什么？我们来到人间，什么都没有带来，所以不存在我们失去什么。人来到世间，一切都是借来的，房子、妻子、儿子，离开的时候我们全部要归还这个世界，一样也拿不走。记住了，天空的宽广无与伦比，然而我们学佛人的心可以比天空还要宽广。